以赛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因为就好像我所讲，我见到啲牧师，佢哋搞间教会，佢系先知，哇！即系好似我见到 Kiso 搞间教会，佢负责间教会。咁你点搞啊？佢系先知，佢用先知嘅方式搞教会。咁我咧，系咪？我个学生仔，系咪？点搞啊？即系我见到 Poking 咁样啊，或者系唔同嘅人，佢系先知嚟嘅，自己就系先知嚟噶啦。咁佢用佢又搞咗另一种形式教会。咁佢嘅 blessing 点攞到啊？我哋系咪？直至到我发觉，诶，原来我用策略，我可以解读翻晒佢嘅恩赐运作系点做出嚟。佢其实系点样锻炼到佢嗰种特质出嚟？佢嘅性格配合咗佢嘅内涵，系应该点样诞生咗呢种恩膏出嚟嘅？咁跟住我做得翻佢做嘅，所以系咪呢个就原来策略系一种前无古人嘅方式咧，俾我哋去理解万事万物原来只要嗰样嘢有发生嘅话咧，原来系可以复制翻啊！即系唔系属灵嘅嘢唔可以复制，唔系嘅属灵嘢不嬲可以复制，而个线索根本就喺圣经里边吓。咁、所以变咗，就如我所讲咧，我唔系话限制咗哇。他是牧师搞的教会，他是个使徒搞的教会，或者他是先知搞的教会，那变成他们有个特质，我没有办法复制在这里。不是的、原来就是用这一种方法呢，是导致到原来我们的成长和拓阔呢是前无古人的、因为如我所说，到今时今日，我三十年前开始教会、okay? 到今时今日三十年后，那时我说是 engineer 的牧师，现在都还是用 engineer 的方法搞他的教会，嗰阵时系学者的牧师都仲系用紧对学者嘅方式教佢教会，明明嗰阵时系先知嘅牧师都系用紧对先知嘅方式教教，冇变过，明啊？佢哋仍然系咁样咁狭窄啊！即系学者嗰个仍然系咁学者方式搞佢自己嗰间教会，一样系咁萌塞咁样。咁你能够睇到就系话，三十年后啊，佢哋预佢个棺材钉埋钉啊，都系一样系咁嗰个样咁搞落去噶咯。咁但系我哋教会咧就唔系啦，我哋呢种系。带有生命的成长，但是这种是什么生命、这种叫做属灵生命、但这种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就使我们更认识神，和最疯狂就是说原来这个时代神预了这个时代原来有我们存在，然后重要到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成长重要到它记载了在古文物底下，记载了在所有共同信息和文化密码里面，所以你想想几疯狂和几珍贵的一样，原来人不是被环境被动的去 shape 我们的，不是被环境限制我们的，而不是被时代的压力呢去压迫我们的，其实原来我们是可以呢用神所给我们的形象，属灵生命可以成长到这样的阶段，是这么丰富啦，这么全面啦，经历这么多东西啦，见识这么多东西啦，还有改变这么大、我相信所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回到石安，越是在石安当中参与，他就越可以讲出对比佢以前未翻成案，佢改变大到简直嘅想象到，呢、这个先至系叫做生命，而唔系一个苟延残喘嘅见步行步嘅生命啊！肯定见步行步就唔系人类创造出嚟嘅一个叫做生命彰显嘅极限。人类被创造出嚟就系话佢可以创造每一步，而并且甚至喺个过程当中咧系一路成长添嘅啊！咁所以呢个先至使到圣经里面好多嘅。事迹先至咁奇妙嘛，系咪？摩西出埃及，约瑟成为宰相，呢啲成长嘅过程当中，俾你睇见人类唔应该俾环境或者人类唔应该俾佢成长嘅文化去压榨佢，而导致佢根本系完全，即系可以话完全冇得变，生儿养女就死了，唔系噶嘛吓。我哋嗰啲咁传颂、咁伟大嘅事迹，其实就系一个人喺信仰上面嘅成长过程，即系话佢哋跟住神。去成长的过程，但他们是他的时代的成长过程，但是跟着之后呢，你发觉每个时代当中很多人都是平平无奇地过，原因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没有跟着神去成长，但石安有没有？石安有，而并且石安是不是复制回摩西的人，石安是有我们属于神所创造这个时代应该有的成长。为什么神会用共同信息？是用这个时代的共同信息，这个时代的建设去印证我们，因为佢印证我哋系属于呢个时代嘅成长，我呢个时代唔系要摩西嘅成长、约瑟嘅成长、大卫嘅成长、亚伯兰嘅成长，我哋呢个时代要有呢个时代神预定嘅成长。佢最欣赏就系话，我哋活喺呢个时代，
我哋有呢个时代嘅成长。随时你而家摆摩西呢个时代，佢唔会成长到石安咁。系啊，因为更难啊嘛，因为黑暗嘅就更黑暗啊嘛，呢个时代系咪？咁所以变咗睇到神咁印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非常之 appreciate， 非常之认同而家我哋喺咁多年当中属灵生命嗰种成长，系属于呢个时代嘅，系呢个时代神所期待，同埋神所可以话佢所要求嘅。所以当然我哋完成咗啦 ，complete 咗啦，佢咪赞扬我哋咯，系咪？喺个过程当中都唔系我哋俾 credit 自己嘅，系神印证我哋嘅啫嘛。啊，所有呢啲嘅 credit 都系神将佢变成一个 monument 咁摆咗喺历史度啫嘛。啊，以赛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嘅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嘅灵、谋略和能力嘅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世间一切的阻挠，迈向主安里怀抱，爱意热暖于我心感到，献上赞美，献上美好，愿这生好出众生滚落路途，沿路是欢笑与快脚步，神恩典数不胜数，我神无尽恩惠在尘报，让我勇闯生命旅途，踏上天路在目留下记录，迎着诚心永不上路，人生欢欣鼓舞，永远靠我神上向心祷告，要我快跑，生命赛道，尽气息，善用连日时间胜诉，也许有风霜的警报，仍坚毅未停步，要一踏步面上新路，因为满